現階段咧，我哋唔可以排除咧，有個別嘅被告將會被咧係加控其他嘅罪行嘅。我亦都希望喺呢度強調咧，今次嘅事件咧係對香港嘅法治咧係一個嚴重嘅挑戰。絕對冇任何政治嘅考慮，我亦都唔希望咧喺呢度咧再重申，唔希望咧大家啊，往往係用政治考慮咧嚟到去幫一啲好明顯係違法嘅行為咧做一啲嘅掩飾。面對住而家，在社會上的一些暴徒對警務人員、對社會治安的挑戰，亦都希望社會上正義有良知的人士支持警察，維持香港治安，讓大家有一個安定、穩定、繁榮的家。